在这里头，我们绝对，我想很多在接在座的不动产同业，我们不会有这样猜想。所有的在座的不动产同业先进。恭请肖副总统，我们先上台来。我们要来颁发我们今年度国土建设特别贡献奖，也请我们在场贵宾以最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三位特别的嘉宾，他们获得了我们今年国土建设特别贡献奖。